大家搞啥？应该无迄个听无台语的啦吼，拢有啦吼。好来，咱来上课吼。台湾民政府的课吼，无课本啊，拢是听课啦，吼，拢是听课，无课本啊。爱课本的迄款的课，通常是拢知识教育的，吼，较有课本嘛，吼。啊，我想大家会买来到遮吼。下要来个只上课，第一步恁就是已经有猜信讲，台湾民政府是一个熟悉啦，吼、哦。啊，你要来进前，你敢有怀疑过讲这是一个诈骗集团？捌啦吼。人朋友咧甲你讲的时阵，你拢听起拢感觉像诈骗集团，甲像迄鸟鼠仔花，啊一个接一个。啊，毋过咱来问哦，就你去买的朋友，敢有因为你来上课得到好处？无吧，吼、哦，啊，伊是存什么心邀请你来？就安尼尔嘛。来了解。好、哦，来了解嘛，来了解什么叫台湾民政府嘛？就是安尼嘛，吼、哦。啊，这节课吼，简单就是要甲咱一寡过去伫头壳内底认知吼，甲伊破解啊。我拄亲头来民政府。是阮老爸接我来，我老爸接我来，我嘛抓准伊去用骗伊，我要来只破解这个诈骗集团。啊来了吼，换我去用破解啊，吼啊！我拄来的时阵有，我嘛爱想讲这是不是假的，啊我得去找一挂文件，吼啊咱等下讲啊。拄起头我要甲大家讲的是。大时代在变化，一个时代接一个新时代，在地的人一定要有人出来迎接新的时代啦。我相信咱今仔日会当来这上课的人，拢是要迎接新时代的人啦。因为你觉醒起来啊，啊过去咱的教育，予咱伫活伫迄种模糊无明、啊戆戆唔知影的环境啊。但是咱听这消息，你若有心，你的心是开放，你就会当去接受着这个物件。安尼，咱唔只会当去迎接新的时代。即使讲咱今仔日时代在变化，美国要入来啊，日本要入来啊，但是咱阁戆戆伫遮，咱嘛无法度去接新的时代啊，咱嘛悠然坐落咧啊，敢毋是？所以咱来遮是要改变咱的认知，要知影讲即个世界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发生啥物变化。啊，今仔日的课会咱帮助咱做即件代志啦，吼。来。这两个人念，啊，这两个人怎念？啊，他拢同款。你用台语念就无同啊。哦，台语做啥？啊，做啥？哦。安尼你就知影台语的语言变化较悬啦。台语有八音啦，十五调。啊，迄、那个北京语四音半，好无？四音半，轻声啊，轻声算半音。哦，啊，四音半就是五音不全嘛，五音才是全音嘛。哦，现在用这个做题目呢，就是因为我细汉就受国民党毒化教育大汉的啦。啊，来读新台湾论了吼，现在讲迄个新台湾足重要，因为读了才知影什么叫真的历史。真的历史，它有历史文件可以让你看的、啊。啊，假的历史要掰啊，爱生出来啊，爱给生出来啊。来，咱头先要解的是思想的毒。咱做些毒，所以我讲的毒吼，不是你会挑起一款毒啦，是用咱的思想价值观是被扭曲掉的。本来应该是怎样，但是后来被教育之后被扭曲掉的了。不是哦，不是正面跟负面哦，哎，对跟错，哎，对跟错。我简单考大家一个问题嘛，有没有白色的光？有吧？你逃的白色的光吗？有没有红色的光？有啊、哦。有没有黑色的光？
没有吗？有些人会觉得有黑色的光呢，黑色就不叫光了，黑色叫暗。哦，黑色叫做暗，光跟暗是两个不同的这个概念了。哦，台湾民政府真的假的？他对民政府，他对秘书长讲，民政府若起来吼，所有困的台湾人拢会醒起来，对不对？啊，表示即马出侪困的台湾人嘛。中国知影民政府哦，中国政府哦，因知影民政府哦，日本政府知影民政府，美国政府知影民政府，全世界足侪国家拢知影民政府，干那台湾人唔知影民政府，啊，有可能哦。啊，即台湾人佫活伫台湾，啊，唔知影台湾出一个台湾民政府。哎，有诶有相信啊，啊，有诶唔相信，有诶未愿相信。哎，是安尼。我拄来诶时阵，我嘛是讲。台湾民政府假的，啊，但是讲去告美国，啊，美国告美国应该有资料会当查嘛，啊，着有较早一本册啦，伊迄是印一寡咱去告美国的一寡机密档案，啊，是咱的诉状书啦，吼，啊，是立案的那个书啊，所以呢，那个告美国法院都有一个案号啊，在这里，这边085078，吼，啊，这个一寡相关资料，我着上网去查。这个是网页资料，你上网去查就会查到这个案件的资料。哎，真的有这个案件呢，不是台湾民政府内部的英文高手给他拍出来啊，硬活啊搞我骗的呢，真的有这个案件呢。好，你如果上网查关键字，就可以查到这个东西啊。但是呢，都开始的时阵呢，一堆人在咧开课，开课上面喂加判决顶耐。另外，你啊 ，Google 你啊查落，然变成搁置，哎，了变成是一种驳回啦。啊，有人讲，啊，民政府的案件被驳回了啦，所以民政府是假的。这问题来啊！另外，这个英文字你个查落，确实是驳回，没有错。但是在法律的用语上，它就只代表中文的驳回两个字吗？我们对美国的司法系统，对他们的法律用语，我们够清楚透彻的了解他这个 deny 的用意是什么吗？我们根本就没了解了。甚至跟你本身美国人，我有美国朋友，我在网络上问 deny 什么意思，他说驳回，那是什么意思啊？那就驳回，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同样台语咧讲，乌蛇蛇，乌骂骂，乌乌乌，够共款，够共款，有吗？红公公，红怕怕，红记记，红红红，够共款，无共款吧？啊，请问？红光光，免得犯罪言语；红拍拍，免得犯罪言语；红记记，红红红，免得犯啊！绿绿绿，红红红，绿记记，安尼哦。你无法多犯呐，这就是跨语言的障碍了。那跨语言的障碍，我们就遇到这个障碍了。他翻成驳回，我们就用中文的驳回的概念说，这个案子已经取消掉了，这个案子已经驳回了。但是这个疑问也停留在我的心中很久啊，因为一大堆加入台湾民政府的人，佮提出离开民政府的人，拢咧苛刻这点，讲台湾民政府咧敢骗，林志贤秘书长咧敢骗，这个疑问也在我心中很久了，一直到美国的律师。美国的律师来演讲，他来演讲了，去年啊，在桃园大饭店演讲，咱的董心用英文甲问啊，伊咧问咱的案件啦 ，What means deny? Can you explain deny? How to compare deny and reject? 有啥物无讲嘛？律师就用英文跟我们回啦。
deny is not reject。啊，人问什么意思嘛？伊讲伊爱想一个较好的方法，甲你解释啊。伊就讲 deny means today is not your day， 就是你的时间未拄好，你的资料无够充足，即卖政治的环境无法度对你这个案件做一个终结的判断，叫做 deny。哦，迄、那个律师解释了哦，安尼拢免讲啊，一切拢是真的啊，唔免阁解释阁太侪啊啦。因为台民政府的论述，国际论述，唔是一个理论尔呢，是咧运行、一个运作的呢。这是判决书啊，我嘛想讲有英文歌手拍判决书，啊阁拍这个歪歪的字，这古典字，啊我看也无安尼。哦，啊，甲咱骗！我甲大家讲，咱的前人，咱头位一开始到即马参加民政府足侪人，涉事破事的规大堆，足侪物件拢已经帮咱检验过啊。今仔日要参加无参加，要参与民政府无，在伫你家己的决定甲信心尔。其他无啥物疑问啊，哦。啊，这个判决书嘛是啊，你讲咱台湾人活伫政治联合，就是这个判决书来在讲的。我较早，咱也受到过去的教育影响，就是讲判决书，就是第一条什么会，第二条什么会，第三条什么会，这个不是，伊看判决书是叙事文呐、啊，哦，伊是一段叙述文呐、啊，它不是一什么二什么三什么。我较早来读这個，咱讲什么国际法，我是讲有一本册叫做国际法。这个无啊，哦，国际法是足侪种条约，国际种国际惯例啊，美国司法的一挂对战争的判决，迄款拢叫做国际法啦。有伫美国设办公室，咱某人去美国参观，翕相倒来。即咱申请基金会，有人就讲啊，哦，你看这基金会啊。就是要印刻，啊，这就是公司嘛，咱台民政府就是公司啊。这我都开课啦，哎、欸，基金会不是用公司啊，无用用，要用什么会？公司嘛，印刻，嘛 company， 要用对一支。咱对这种信托的观念吼，迄信托的观念是我讲的，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写的，信托统治啦，信托他设基金会那种东西。Foundation 这种东西，那个是在那个国际法那个概念里面的。啊，这边详细讲给大家听，也花时间呐。啊，咱今仔去初级班就是讲基本的、简单的那个国际法的一些概念建立起来就好了啦。吼、哦，啊，台湾人唔知啊，你也看啊，报汉尼侪新闻，报纸刊过大片，大办西办啊，外国的迄个《华盛顿外交杂志》毛刊。啊！若出国几落摆，去日本、去美国，台湾人也毋知呢。啊！你看台湾人迄麻粉药啊，食得偌重，麻痹啦！咱对即个时事的种资讯很麻痹啊。啊，对啥物明星、迄个歌星啦、影星哦，因兜安怎结婚啊，还是失踪，还是讲因离婚啊，迄种做感觉个啊。啊，对这种国际社诶事务拢无感觉啊！啊，咱对食诶嘛无感觉哦，啥物油未使食啊？啊，一个月了啊，继续食。我最爱食冰冻一间臭豆腐，叫做阿国啊臭豆腐。最近变了较歹食，可能无用迄种黑心油。哦，有可能哦。所以你迄间老店，你若感觉变了歹食，你甲问讲，你是毋是无用迄黑心油？嘛毋是啊，你是毋是无用较早的油啊？有可能哦，我想讲有可能哦。所以人讲台湾是美食天堂哦，换个角度想，应该是黑心天堂啦。哦，较早有一个漫画叫做咩？什么中华料厨师啊，中华料理什么料理一番？哦，伊内底有一个叫做暗黑料理界，咱台湾就是暗黑料理界。来，你看，他都在做班长，我看到，伊就是烫北提这個，
吼，伊就他妈得者，一路去世纪酒店，啊，世纪酒店店员阁挂咱的旗啊。一个诈骗集团哦，去到美国世纪酒店开记者会，然后还把诈骗集团的旗帜放在上面，你别跟我出奇怪吗？咱去甲日本天皇接受，两三百面旗啊，放伫内底，这种东西可以随便进去吗？不然你请中国人包团300人，拿中国旗帜去跟日本天皇祝寿，看这种事情能不能成立？咱去靖国神社，去靖国神社吼，这件代志让我印象最深刻了。不是讲我有去参加，是我来台湾民间物质了，我知影原来靖国神社里面供奉着我们台湾的先人的牌位，先灵在那边，39000几名。所以咱的祖先为了这个土地去战争、流血、死去。供奉在里面，然后我们这70年来的后代子孙都不知道这些事情，然后还被教育仇日、反日，然后我们还在洗脑的教育里面说，让抗战8年抗战。我等你问阮外公，伊做日本兵的。我话8年抗战是喜欢跟什么人抗战？我来讲，伊应讲是你抗我，因为我是日本兵嘛。啊，你讲你抗战，你抗我。这套教育教咱的后一代去怨恨、去讨厌、去反对伊的顶一代嘞。这叫做毒化教育啊！所有网络上的言论，你把中文打下去，打到日本的大概都是不好的。啊，这种文化一直影响到我们下一代，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啊。所以你就会听到日本鬼子，有无？啊，日本鬼子什么人？你敢知？就是咱啊，咱就是日本鬼子啊。啊，靖国神社阁愈趣味。你中秋那个不是中秋节，中秋节无人咧扫墓了、哦、清明节，清明节扫墓，你会扫你们家那一个祖先的墓吗？会吧？啊，隔壁你姓林，啊隔壁姓陈，你会顺便给他扫墓吗？啊，为什么要来靖国神社？有关系嘛？就是因为有关系，你才会去靖国神社。所以卫灵嘛，卫灵就是追思追悼的意思啦，感念他为我们这个土地付出啦，就是安尼啦。新闻媒体、网络一直在报，还是有人笑称说啊，这个买广告的啊，买广告你要讲什么都可以，这个也是。美国司法官员来演讲。来我们各州演讲哦，哦，这台中州、高雄州、台南州，来各州演讲，还是有人说是假的、啊，说你民政府花钱买叫一个美国大胖子来演讲，我们替去当业者的哦，就是没有拖拉苦弄掉了。他来演讲的时候。他所讲的论述就是我们台湾新台湾论的里面的内容，当然不是我们把新台湾论翻成英文啊，搁起去背啊背背，搁来演讲，唔是啊。咱去美国的国家记者俱乐部要开记者会进行这篇文章，吼、哦、就会出现了。然后这是第二次提案。去告美国，我请问大家，你为什么可以告美国？你现在哪会当告美国啊？你现在哪唔去告英国，唔去告日本，唔去告中国？你是安怎会使告美国啦、啊？因为咱有迄个被占领土地吼，被占领领土的人民，咱是被占领的。
的这个关系，那我们才去改革。啊，不然我们跟美国有什么关系？什么关系都无啊。那去过美国，就是因为咱有迄个比占领的关系啊。啊，迄个因为国际法这条关系，较有法度产生啊。啊，无美国现在无来无去，会受理你个过。啊，干那去美国这代志，个人苛刻啊。啊，你拢唔知啊？美国政府哦，一年哦，十万几件拢咧甲美国人拢咧甲过啦。啊，这个无算啥啦。哎、欸，唔是无算啥，美国人去美国政府，伊是本来就有关系啊嘛。台湾人去美国政府，迄关系就无同款啊呢。迄是因为有关系，唔叫我都过，无关系你变哪过？啊，就去，那即咱去参加华府记者俱一、那个记者俱乐部的记者会的一群人，吼、哦，啊，即网络新闻拢有啦，但是无几个看会到啦。啊，媒体嘛袂甲你报啦。媒体拢报啥？媒体拢报吼，倒位有黄色小鸭，对不？有无？嘿，啊，就是咱们报什么什么悠游卡，是什么女优的啊？在报的，吼、哦，这种真系比较难的，还是各有人会讲，哇，这恁就是吼。开钱啊，叫一群人啊，叫几个美国啊，啊，打一个报名啊吼，啊，这个像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吼，我讲什么话都拢会讲啦，唔相信的人，佮神徛伫你面头前，你嘛讲个假的啦。对咱的夫人吼，啊，同款啊，嘛是这个律师啊，这个会假的。咱去日本开这个酒会。那来开始讲日俗，日俗美战，日俗美战，千万不要被中文影响了哈。整个世界地图打开，有很多太平洋的小岛，它上面写美属、英属、法属，那个是什么意思？简单讲啊，日俗的意思就是日本属于日本，日本掌控的范围了，掌控的领土。拥有管理权的领土了，但是咱咧讲咧，今麦咧讲日属，因为被占领的状态，我们现在被占领的状态还没有解除啊，所以就是美占。啊，想为日属来讲啊，好、哦，我开始感觉小块有一点点啊热呢，是不是冷气无够冷啊？那样，有一点闷闷的、啊。来，咱来看下咱咧法律新婚的经文哦。什么叫法律成分的根源？那你讲，咱是什么人？的定义是咧讲法律的，法律上面的文件证明，并不是在讲感觉，哦，不是在讲感觉，不是在讲那种气氛的。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台湾人都活在这种情感丰富，台湾人本身情感丰富啦，澳门这个情感很容易注入在某一些事情上面。所以呢，那个情感丰富在一件事情上可以 得到验证。卡拉 OK 是台湾人最爱去的一个娱乐生活，全民都很喜欢卡拉 OK， 只要拿到麦克风，大概就不肯放手了。那种就是一种情感的一种投注的一种现象，哦，啊，每个人练卡拉 OK 练到最后都会去参加比赛，哎，啊，三五好友。每一个人都想要引吭高歌，这就是我们情感投入的这种表现。另外一种情感投入，就是去见低啦，动算动算，我嘛较早阿扁也选总统的时候，我嘛去跟人画动算呢，哎，画到规个起鸡尾皮，啊，感觉足爽的呢。我很喜欢运动，但是现在很少运动。那以前最喜欢的运动叫做社会运动，每参加一次就久久不退，好像肾上腺素激增了。那法律根源的身份，来，我们稍微了解一下时代哈，那个时间点呢、啊？这个是我们的天皇的一个那个年纪号，那这个时间点哦，1868-1912，这个时间点呢是台湾开始进入日本治理的时代。好，1895年的下关条约就在这个时间点开始。那日本从
古时候的部落式国家翻转建改造之后变成现代化的国家，就是从明治维新开始。所以古早日本人是拢配刀，武士刀，每个人都拥有武器哦。那你要想，现在的美国是不是每个人也都拥有武器？他们都拿枪吗？那现在如果我们开放，明天台湾人都可以拿武器，会发生什么事？就是因为我们的头脑还没有转化到现代国家啦，我们还是在那种部落式的国家啦，所以有械斗嘛，啊，若要相拍，就闹人嘛，对不对？就是安尼，我们还在部落式的国家的概念，咱的想法搁底下啦，相拍就是你一争拼我一争啊。啊，这种概念就是赛德克巴莱迄个概念，知无？赛德克巴莱吼，莫纳努道其实伊毋是抗日呢，那毋想讲，那毋人想讲，哦，伊台日本人就是抗日呢，迄是资源争夺战呢，伊是无愿意讲吼，日本人来了，日本人其实他联络另外一个部落，让部落跟部落相争啊，啊，其实因家己的人嘛是抬来抬去啊，这种叫做部落式的国家，哦，部落式国家。哎，过来，咱经过两个黄金时代，大正跟昭和时期，我们经过两个黄金时代。那我们先看一下国际条约的形态。国际条约形态就是两个国家法人啊，两个国家的法人委派他的授权的人对签啊，然后做出战争之后所应赔偿。或者是割让领土的一些条约啦，那这是条约的形态。这嘛是有啊，这条约的形态啊。那来看下关条约，另外看条约的形态：大皇帝、日本、大清跟大日本。然后条约的形态，这边有伊藤博文，就是授权这些人去对签的啦，这个条约的形态。前一个下关条约，因为下关就是这个下关港，在这个地方签的这个条约，在这个地方签就叫做下关条约。啊，旧金山和平条约就是在哪里签？对，就是这样子。哦，然后因为他古时候称这个哦，帕干马关这样子。日本开始治理台湾就是在这个时间点。钓鱼台是谁的？你不能有其他的答案吗？没有。哎，马英九说是中华民国的呢，台独人士说是台湾的呢，对不对？啊，到底是谁的嘛？我告诉你，一个问题哈，如果只有一个答案，一加一等于二。这种问题就叫做简单问题，哦，很简单就可以解决了。那如果问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这种叫做复杂问题，需要思考的。啊，这种就是属于复杂性的问题。钓鱼台是谁的？我们的知识教育就是教我们说，问了一个问题就要给一个简单的答案了，不然就是让你 A 跟 B。二分法的选择性，啊，就只有这样了，啊，这样会让我们的头脑变得比较不灵巧啦，比较不灵活啊，我们欠缺思考能力啊。七十年的教育让我们没有思考能力，为什么？这样的人民比较好管啊，对不对？人民你只要好好工作，努力缴税，其他的钱再拿去生活，这样就好了。中华民国八年的时候遇到海难，被日本帝国冲绳县八重山郡尖阁列岛的人救了起来，隔一年发了感谢状，感谢日本帝国。请尖阁列岛就是钓鱼台啊，那请问钓鱼台是谁的？日本的嘛，哈。还有其他的疑问吗？没有了吧？
那我请问各位，中华民国八年到他们今天民诞，中华民国民诞104年，这之间，中华民国跟日本有发生战争，然后签条约再把钓鱼台割让回去吗？没有吧。所以钓鱼台是谁的比较清楚了吧？好，所以有人说钓鱼台是中华民国的还是中国的，这些人睁眼说瞎话。好，再来，钓鱼台是不是台湾的？这个问题就比较难解答了。来，天皇这个概念，我们对皇帝这个概念 Emperor 皇帝这个概念我们没有，因为现代化的国家我们没有这个概念。但是据于皇帝天皇所有的土地跟财产的所有权者都是天皇。我请问大家，你买厝敢要纳税金？哎嘛，买车是不是要纳税金？啊，你纳给什么人？中华民国嘛，你有效忠对象，叫做中华民国。那你能效忠错了，他只是占领者而已啊。天皇敢要纳税金？伊若要纳税金，伊要纳一个比伊较大诶人咧，还是较大诶体制？天皇下了诏书，命令了哈，命帝国议会制定宪法。那请问，宪法的位阶比较高，还是诏书的位阶比较高？诏书让宪法生效嘛，对不对？所以诏书的位阶比较高嘛。那请问，诏书的位阶比较高，还是天皇的位阶比较高？所以天皇是国家法人最高代表者。安尼连前车啦啊，安尼前车啊，来，钓鱼台在大日本时代属于宜兰厅，安尼属宜兰的啦。那宜兰厅属台北州管，属台北啦。台北州属台湾总督府管。属台湾的啦，台湾总督府属天皇的，这样比较清楚钓鱼台是属谁的吧？你要这样去诠释，你才能清楚那个是什么东西啊！不然一下子从钓鱼台属天皇，而且钓鱼台属日本，很难理解啊。如果你只愿意片面理解的话，啊、哦，你也看哦。明治时代开始，日本治理台湾，经过了大正跟昭和的两个黄金建设时期，刚好这两个时期我们遇到了一次大战跟二次大战，刚好遇到这两次大战也没有差很久、哦、差十年了、哦、大概差十年而已。为什么可以参加二次大战？为什么日本可以战胜二次呢？问这个可能跳太远了。日本是不是我他多少过嘛？一现代化，对不对？一二次大战的时候，亚洲有哪一个国家可以造飞机？只有日本啊。中国也可以用嘴巴造了，有不？有没有说造飞机？造飞机来到清朝底。伊就是安尼尔，但是你不能用这战斗机，你不能用这航空母舰呢。即大家刚好细汉拍过迄种电动吼，落五块落来，1943迄种战斗机，有无？有算过无？有吼？你是站在什么立场在打那个舰队的或飞机的？你是站在美国的立场哦。你打那些战舰，那个就是日本造的啦。哦，上面伊贺啦，上面加藤虎，上面大和舰啦，那个是日本的时代做的呀。啊，因为你足强啊嘛，你唔叫我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你很强大啊。
你才能参加啊，不然你要参加。来，祖国的证明文件，那个看哦，这个是大清帝国的护照，有没有照片？那个时候有没有照片？那时候有没有相机？有啦，1833年就有发明相机了啦。但是为什么他没有照片？科技落后了，他们的文明水准比较没有那么普遍，没那么强啊。这个人哦，你看他从厦门搭船要到日本国台湾，所以台湾属谁的？哦，日本国台湾嘛。这个时候护照在通关的时候，移民官怎么知道你叫做陈无私啊？怎么知道？如果上面写陈无私，来了一个王林次，他知道吗？不知道，可是他要问，所以这边又没有相片，哦，叫无相片嘛，所以在问，你来看，伊在问这个人基本资料，啊，这个人佫爱捌字哦，啊，无至少伊爱记会起来这个。你若讲要骗啦，要骗就爱把这些资料拢背起来嘛，对不对？但是通常这要出国的人，应该拢是本人啊，无人迄时阵无人咧骗讲这个物件，所以移民官就爱甲问啊，啊，请问你是姓啥？哦，就讲我是陈无私。啊，请问你几岁？哦，33岁，安尼。啊，请问你住址在倒位？叫做邦桥头。哦，这就是基本资料。哦，啊，请问你身材安怎？中。吃中药不是啊，伊是可能有一个磅啊，底下徛讲几斤以上叫中啊，哦，这是我要的啦，这是我要的。啊，你的面色白白，白白是抹粉，还是看到移民官惊一个白顺顺？你的眼色光明，无白来讲，还是伊青光眼会发光？哦，啊，你的职衔无嘛？这就是伊这个基本资料啊。咱来看中华民国，这中华民国护照哦。你也看这，前往日本国台湾台北州，这嘛咧证明台湾是日本的啊，是不是？哦，啊，这嘛无相片啊，对不对？啊，你看看，咱的祖先，咱的阿公阿祖迄个时代，人要出国都爱摕这种的，有相片无？安尼，上面人的科技较强，上面人的烂呐、啊，迄就是烂，咱就是日本，咱就是日本人。只不过足侪受着东华教育了后，咱讲啊，我无爱做日本人，日本人有礼无体，日本人安怎样，迄就是丑化教育啊。我若讲伊就是日本人啊，伊细汉就受日本教育，伊就讲日语的啊。啊，所以你甲看，知嘛？这是咱要出国的，所以去倒位？支那、厦门，倒位是支那？中国啦，唔能讲大陆啊，唔能去讲大陆。大陆是咱互教育了后变作大陆的，大陆是地理名词，因为咱的头壳内底有这些语言吼，是被毒化之后产生的。因为你当你讲大陆的时阵，表示啥？咱这是外岛嘛，还是讲咱是台湾岛嘛？啊，你咧想着内地的时阵，你想着倒位？讲着内地的时阵，你想着咱讲的大陆嘛？因为咱被教育，我们是同一个国家嘛，所以现在内地的、就是哦，蒙古、西藏，吼、哦，还是讲新疆，咱的概念是天理呀。啊，其实咱内地这个字，伫日本时代都有啊。内地就是日本本岛，遐叫做内地啊。咱遮这个本岛啦，咱是本岛人啦。所以卡弄内底咧讲诶，番人、汉人无哈汉人。伫日本时代，咱遮拢叫做本岛人。原住民叫做高沙族啊，高沙族诶。好、哦，
你厝世代代一年时阵，拄好伫即个时间点，天皇落了诏书，落了诏书以后，台湾民政府就是因为即张诏书，靠立场啊，靠论述的立场啊，啊无就无啊。即张诏书呢，就是这样，天皇落诏书，准咱参加政治，才得宪法实施。我头拄仔讲的嘛，明治宪法内底都写这啊。帝国议会，你的人爱安怎选？你的议员选举法，这就是帝国宪法啦。帝国宪法第一条，天皇万世一系。天皇的制度若存在，在日本帝国的制度就存在啊。但是即卖日本人唔愿承认这点啊，足侪人唔愿承认这点啊，因为因的宪法被改变了嘛。这国际间的证明呢，近前有一挂那个华盛顿的军备限制会议啊，啊来都有下。这是限制会议的，是讲哦，这些国家出来开会啦，开什么会？你发展军事武力哈、哦，唔通超过几吨，是安怎？国际法的是讲，国际战争法的是讲，战争的时候有一定的规则。啊，这个规则哈、哦，大家讲了呵，卖差伤远。啊！无你偷偷啊，底下发明个足强诶，啊出来，我甲你比啊，我就输啊！啊，所以较早有一个，迄、那个美国甲苏联吼，迄、那个军备竞赛，迄时阵大家拢在拼命做核子弹，看啥物人较侪粒得赢。啊，到尾啊，大家哇，算甲足忝诶哦，啊，买，咱控制好好就好，这恐怖平衡啊！啊，这是啥物货？就是拳击赛吼，有重量级诶嘛。对不对？啊，有轻量级的嘛，啊，再来就羽量级的嘛，啊，个银量级的嘛，啊，银量级的跟重量级的拍，没啊？啊，这个就是在定这个规则了，因为银量级和重量级拍就不会出去啊嘛。哎、啊，这个华盛顿限制会议内底都下的讲，伊家都讲吼，承认日本吼。日本在太平洋地区呢，他这个 Pescado 就是朋友啦，跟台湾 Formosa， 咱无叫做台湾哦，咱伫迄个时代拢无叫台湾。台湾是啥物时阵开始讲诶？台湾就是即个日华合约，日华合约就是即个中华民国甲日本伫战后旧金山和平条约之后签了那个合约之后，开始有那个台湾的名词啊，咱较早拢叫做福尔摩沙啦。这是我们原来的名字，福尔摩沙。所以台湾是一个政治化的名词啊。我较早伫各级班有讲过，台湾其实在中华民国他们来的时候，他们教导我们的第一课就是：我是台湾人。啊，我是台湾人，你是台湾人，我们都是台湾人。啊，第二课呢，我是中国人。啊，你也是中国人，啊，咱就用关呀。那个我不是随便乱讲，那个是他们有教材，那个历史文件的嘞，啊、哦。啊，我要讲一个，小可讲一个哈、哦。美国叫做 America， 对不对？啊，美国人叫做 American， 加一个 N 嘛，对不对？啊，加拿大。Canada， 加拿大人 ，Canadian， 欧洲 ，Europa， 欧洲人 ，European， 非洲 ，Africa， 非洲人 ，African， 福尔摩沙人呢 ，Formosan。为什么我们变成台湾 Nice？ 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名字是不是被改了？我们的根在哪里呀、啊？咱要站出来，咱来知影咱什么人啊？就是那张诏书 ，corporated 法人的那张诏书。变成 incorporated territory，
好，咱这个领土对殖民地的状态变作日本国的领土，就是因为那张诏书，好，这块土地的人民是被殖民者次等国民变成可以参与这个国家的政治，就是因为那张诏书啦。这就是我们的身份的根源啦。有去办身份证吗？哈，啊，你还没办身份证进前，你敢知影有这种物件？唔知嘛？啊，办了哦，身份就走出来了嘛。但是这份证件、这份物件吼，国民党来的时候，拢会甲你这种物件遮掉啦。足侪资料伫内底，无爱互你知影。这边有熟，种族熟，什么是熟？喜欢呐、啊，喜欢，咱就喜欢呐、啊。哦，啊，喜欢的另外一种叫做啥？陈欢。什么叫陈欢？相对概念呐、啊，哈、哦，相对概念。喜欢就是讲吼，过去伫即块土地西半部的平地的我们叫喜欢，什么叫喜欢？因为西半部平地的我们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语言能力很快速，我们很容易跟人家很熟很熟络，所以他们人来跟咱学什么话，咱就介做做较近啦，较熟悉啊。因为高山族的靠秘伫山里嘛。哎、啊，较轻松嘛。啊，欢是啥物意思？欢是用汉人文化、汉人语言的文化。我是人，除了我以外，拢叫做欢。但是呢，这种歧视语言进到我们里面之后，咱就无爱做欢啊。所以我讲，我嘛是汉人。啊，我的，哎、欸，你汉人有啥？你有族谱？哎、欸，我嘛要族谱。你姓啥？你姓林哦？啊，我嘛对你姓林，啊，你做破就甲你接过来。大清帝国吼、哦，统治台湾西海岸212年，足侪文化就是安尼甲你接落去啦。啊，你咧拜啥？你咧拜阿里祖啊？就是一种平埔族的那个祖灵呐、啊。啊，你拜阿里祖，卖拜嘿、那個，我迄个妈祖甲你拆落，换过啊，你的信仰也被换过去了。你原始的祖灵信仰也被换过去了。您请什么衫？我们请这個，我这大马褂，我嘛对你来请。啊，绑辫子那是无多，那就是大清命令嘛。你无绑，你无留辫子，你得被砍头啊。啊，什么叫福？福气啦，福就是咱讲的，咱今麦咧讲的这个话啊。讲好的好的话，也是讲福建话，也是讲，就是讲讲即句遮个话的人啊，唔是真正遮位福建过来啊，哦，唔是真正位福建过来，因为他对秘书长讲嘛，迄、那个时代海洋，迄、那个海，迄、那个航海技术无好，啊，你来，十个来，七个死，两个破病，不，两个破病，啊，一个登陆。咱知影较早吼，台湾啊未受到日本治理进行卫生作歹。我讲的卫生是甲即马比啦吼，即马比卫生是安怎歹？我举例给大家听。咱即块岛的人，咱伫遮啊，蠓仔常咧叮，常咧叮，啊，咱该死的拢死了啊，对不对？啊，活落来拢是有抗体的嘛。啊，那外国来咱遮吼，叮着就死啊，因为无抗体嘛。啊，所以你啊想哦。第19世纪，足济外国的宣教士来，拢死呢。伊要来传教、传基督教，啊，拢死啊。啊，活落来剩两个，马街医生啊，南部马雅各医生啊。是安怎伊人活落来？伊有盘尼西林啊，伊有抗生素啊，啊，顾会掉啊，啊，无来拢死啊。因为咱的天敌就是蠓啊，咱的黑咱的军队啊，来定着就死啊。哎，啊日本拄要接收台湾的时阵来，对这嘛这么头痛啊，你知无？因为刚刚要战争，啊那要蠓啊定着，啊就跟等于祖国啊。
啊，所以这个卫生条件非常的差，所以咱来了，国民党甲咱骗骗讲，哦，恁祖先拢是汉人啊，迄个时阵大量移民啊，大量移民，你来移看麦，蚊啊无可能，一只蚊啊无可能为台湾飞到中国啦，因为这个蚊啊，这种微生物在这个地区形成一个自然的生态啦，所以你外来者只要被那个疟疾，哈、哦，啊来卡扎贡什么马拉利亚那种，遐顶着你的症里家，就是安尼。啊，谁那有福？就是讲好乐话，这阵人你已经袂记你的母语啊啦。啊，熟就是你要个要讲你的母语的病步骤啦，哦，叫亲啊。迄个时阵啊，来台湾的吼，接受啦，亲啊，伊是大清帝国呀，亲人呐、啊，啊，亲人哪一族的？满族哦，哦，伊是满族哦。啊，旗袍是谁的？不是中国的哦，是旗人的、哦，就是满族的、哦。而且毛汉，你甲看，阿毛熟。所以，咱的行政行门姐刚好排除他人，那么排除中国人呢？你那我到行政这个户籍，日本原来日本国籍，那在讲的是1945年的9月2号之前，你的祖先有日本国籍，有你的户籍成本呢，你就是哎，以及你的后代啦哈，你就是法理上面的台湾人。啊，讲到这，你也拄到一个问题。今嘛，我的亲人有甲遮个中国人生落来后代，敢会使请？袂使请啊！你认同这个台湾，你就使请啊，他袂使请。但是呢，有人讲，啊，我爱生第二代呢，因毋是甲咱台湾人生落来后代哦，伊是纯的，咱讲外省第二代，哦，纯的，他们很强调血统的纯啊。那怎样生物学来用纯种诶变白痴，哦，啊，伊讲伊外省第二代、第三代，我别人是第三代，我得跟他们讲，你为什么还说你外省第三代啊？你是不是出生在台湾？对啊，你是不是在这边吃喝，在这边睡，在这边生活，活了三四十岁了？你为什么还称你自己是外省第三代？为什么你不称你自己是台湾人？这个是这些人要去思考的啊！为什么你都已经活在这里那么久了，你还在觉得你是外省人？你的祖先来自那里，哦，啊，千万不能说外省哦，不能说外省啊，是怎样你敢知？外省也是一个毒素的重要 的洗脑毒素的语言。当我们说外省的时候，我在讲外省的时阵啊，我是本省，多几省，台湾省。啊，你外省广东，你外省广西，你外省山东，你外省山西，什么意思？我是本省，啊，你拢外省，啊，你一省，我一省，顶头有一个国家叫做什么话？中国嘛，一定不是台湾的嘛，所以你在讲外省的时候，你顶头有一个中国啦。无论伊的名叫做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在讲外省顶头一定是有一个同款的国家叫做中国啦。所以你等于你讲外省的时候，前提就是你已经假设我们是同一个国家了，只是现在叫做分治的状态。所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行、情感还是被绑在中华民国里面呢、啊。对不对？祖国的建设，后来看一下祖国的建设了。较早拢这种欧式的，啊不得日式建筑，日式木构造，啊不得是用欧式建筑，哦，神社，这台中神社呢？这应该是嘉义，有吧？这种欧式建筑啊。所以嘛是啊，所有日本时代在台湾建设的欧式建筑，
通常都会被保留下来，然后做那些官员、外来政权那些官员的行政机构单位，或者是做他们的官邸。日式建筑如果是木构造，大概都会烧掉，莫名其妙自焚。那你阿祖的时代有世界博览会，咱连世界博览会咱都没参加过。咱的阿公阿妈阿祖的时代有世界博览会，啊，有做海报做甲遐尼水，啊，这种建筑物来到现在，佮感觉足新呢。啊，你知影咱从统治七十年，文明退步偌济啊吗？这新的车头啊，这种欧式的就会被留下来啊，好不？再讲高雄人，公山车头较早查，你敢知？啊，烧起啊嘛，对不对？因为刷新车头嘛。较早咱印钱，你甲看，中华民国来的时阵，伊并无印钱的技术咯。伊连印钱都袂晓印哦，迄个美国印给伊的哦。咱阿祖阿公阿嬷的时代，伫咧耍乐透啊，你啊嘛。咱茫想讲，哦，咱即马做先进，哪有乐透？咱较早就有啊呢，彩票局呢，台大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彩票局的。安尼有进步啊，一个。咱拢听讲，哦，较早日本时代作善的无，毋是诶，日本时代作善的是假的。咱作善的是中华民国来了四万换一块了变作善。哦，啥物叫经济起飞？就是我拢甲你的钱拢抽了、剥下了啊，大家拢变善啊。好，我开始算这个金融的制度，开始大家分一寡钱，啊，就经济起飞啊啦。迄种经济起飞是假的啦。那是因为咱用北下已经唔来十几张皮去啊，规个全民的经济拢崩盘啊，啊，搁点头开始看到经济起飞啦，啊，经济起飞的基础建设是日本迄个时阵就建设好啊，唔叫经济起飞。咱阿公阿妈阿祖时代在咧升股票啊，股票呢，有啊，这是。北门郡役所购买组合店，哦，这是股票了。昭和十九年嘛，有无？大正昭和是黄金时期，有无？股票嘞，来，下面哈，哦，简短的影片会唤起大家对祖国的记忆啊。当然，要一定年纪以上的才有可能唤起记忆啦，哈。来，1988年有一个龙猫影片，有看过的举手。哦呵，来，龙猫就这只啦吼，刚刚是山中的精灵的样子，山神啊，是讲树的精灵啦吼，龙猫，真正有看过？有看过，看我都唤起你的记忆哦。好，来，这人穿什么衫？和服嘛，吼，你有穿过和服的举手，我看麦，有哦，好，什么时阵穿的？有人结婚的时阵穿的嘛？有人去日本佚佗蜜月旅行的时阵穿的嘛？我细汉的时阵穿这件，我小时候，啊，你有穿过啊不？有哈，有唤起你的记忆啊不？我是来参加民政府了，等于变相婆，我看了这张，哎，欸，我才穿这件，是我啦，那真正是我啦，我未凊彩摕一张来还好啦。我细汉吼，读册时阵，学校迄个孔子门口入面就一个孔子万世师表的兄弟呀，哦。左边叫做做个活活泼泼的好学生，右边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细汉就是我是中国人。我细汉我，阮老爸拢跟我讲北京语，
啊，阮阿嬷、阿公、甲阮老母啊，拢甲我讲台语。啊，我细汉计是阮爸爸外省的，大汉较知影讲，他只是为了教学啦，为了那个我能够适应啦哈。啊，我计是，所以我小时候我是认为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一直到蒋经国过身的迄个时阵，我老爸较甲我讲二二八，我惊一个，为什么学校没教？学校会教你，他杀了你祖先，然后把它写到历史课本，然后再教你吗？不会吧？当然没教啊！他教你假的，然后你把你洗成他们的那种人啊。那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我意识到，哎，我是台湾人呢，我不是中国人。啊，迄个时阵，国中哦，迄届的，阮同学国民党，因都拢国民党，我介辩论。那时候我就是立赢的，哦，我辩论。一直到我去台北工作的时阵，我知影讲，哦，台北迄个台大附近有一间叫做台湾的店，内底有足侪甲台湾历史的册，我就起来看。我知啊，原来我唔是干那是台湾人尔，我阁是平埔族的呢，因为我姓潘，我阁是南部啊，啊阁生了乌乌啊。可能南部日头较炎，拢会乌乌啦吼。但是恁兜若卖讲晒日头，恁兜的兄弟姊妹若有一边较白，一边较乌，边边亲兄弟姊妹有诶较乌，有诶较白，啊，恁兜着平埔族诶较可能性比较高啊，吼。啊，迄时阵我意识到我是平埔族、平埔人，无张持啊，来到台湾民政府，我变日本人。看了这张，原来我的国籍啊，原始的国籍啊，哦，我的国籍日本人。有看过这个无？有用过无？这个猪什么的？猪米猪饭吗？肉粽节三粽的嘛，哦，生活嘛，哦，啊，咱来想哦，肉粽节中文叫啥？端午节，呵，端午节吼，这个故事阁是咱阁去用洗脑去啊。咱唔捌讲过，咱听老一辈无人咧讲端午节的嘛，吼，叫做肉粽节嘛。啊，你问老一辈，肉粽节是啥物？肉粽节，这是民族大节啦。但是中国这边就甲你编一套，有一个人吼，伊爱国，啊，结果跳河自杀，啊，足侪人白葬，啊，牵在内底，无爱让伊的尸体，让鱼仔食伊。对不对？这就是这套，因就是用这套嘛。啊，你也想，中国的时代，中国的时代，一个人自杀，啊，一群人会去拔肉粽，迄个你枵到要死，战争了，枵到要死，你去拔肉粽啊，甲牵落溪啊内底，你袂感觉足咸的吗？迄是一个讨债的行为嘛。过去青食都无够，阁有通好？所以你会把肉粽放在溪仔里面，为了保护那个人的尸体，不要让鱼仔吃它。这种故事跟某一个伟人看鱿鱼逆流向上，他就为了要当总统，那个故事是同样一样胡乱的啦。因为你用常理来想嘛，那是很咸的事情嘛，就很呆嘛。来，里面托托罗里面有看到这个，有用过无？啊，这是啥物货？水蟹啊，有人讲瀑布嘛吼，唔要紧，讲啥话拢不要紧。但是，这个物件哦，你爱想哦，伊下骹这个是啥？古井呢？就是日本人还未来进前，咱是搁用汤啊安尼甲呛水的呢，对不对？但是来，因为有现代的科技，用大气压力原理。啊，装一支嘴，啊，直接翕翕的水就抽起来啊！这叫做现代化啦，叫做祖国的建设啦。那那无这个无这个物件砍的，什么鸟鼠啊走入去，蛇啊落入去，咱嘛是咧食这水啊，敢毋是？啊，这砍开了，较袂生青虫，啊，水抽开，加较清气嘛。这就是卫生现代化啦。啊，这是较真卡啦，啊，那个多气呢？自来水嘛，对不对？
啊，水龙头的台语安怎讲？唔是水龙头啦，这就是吼、哦、咱中国思想吼毒化毒气啊，你知无？水倒头啦，泰国水伫下面的叫做下水道啦，顶头的叫做上水道啦，水道上尾啊迄粒叫做水倒头啦。这水道迄个名吼、哦，就是日本人来的时阵，伊甲咱讲的嘛。咱较唔知有这个概念，但是1945年这阵人来呢，伊连水道头都唔捌看过，看到迄个电风啊，叫做直升机来啊。啊，想讲吼、哦，去讲银行买一个水道头吼、哦，甲插在边吼、哦。我想讲奇怪，迄个时代都无小叮当，可能小叮当的迄种诶概念就为遮来。迄、那个水道头甲插在边，你讲想要有水啊？因为伊要后边迄个自来水的系统的观念嘛，他没有那个东西啊。但是咱迄时阵咱有啊呢，我们有这个概念了。这嘛够有啊？这是山顶呢？哦，这山顶有看过这卡无？有吗？有哈、哦？对啊，可有哈、哦？啊，这上面插着诶。好，不要紧，你唔免甲我讲概用啦，我嘛知影概用，啊无只卡太人留到遮。Hinoki 都有产诶，整个新车诶条啊嘛是 Hinoki 诶呢。这卡是啥？这种挡着的对不对？我阿妈有一卡这啊，假装啊，我细汉咧拖拢拖袂开，因为迄只卡足精密的，啊那角度小可起起吼，你就扭袂起来啊。啊拢袂烂，因为放伫阮的阳台啊，啊怕好风落水，啊嘛袂烂，伊拢起就真正作用的。有挂过网带，举手一下我看麦。哦，你甲看，牙齿拢40以上啊，敢有？挂块网带呢？较早你挂网带的时阵，看咧点什么网啊香啦、网啊水啦，什么电网啊香有无？无这个物件嘛？啊，你这个物件是不是足方便的？啊，你较早是咪困这种的？对嘛？你较早就是睏这种的嘛，通铺嘛，对不对？就是睏这嘛。好，来，我解读一下哈。你睏通铺的时阵，敢有讲吼？你脚对门刷掉，对窗啊冲掉，啊，睏电灯头，迄、那个去安怎磕掉、弄掉，敢有？无呢？敢有这种禁忌？无嘛？啊！像你即卖眠床啊，对便所袂使，窗啊袂使，对门袂使，啊叫师公啊来敲一个30万。谁那有这种禁忌啊？谁那较早无这种物件啊？即卖有啊。咱来好好去思考，咱本来有好的物件，谁那无甲留咧？啊，歹的物件一直留掉咧。这个文化，歹的文化是安怎入来？咱来去思考这个物件，咱该去思考的是，今仔日你的名称若无超好，人就来讲你的事业无好，你的祖先若待无好，你的子孙袂知音，啊，你的家业会败，你会惊袂？会烦恼袂？会吼？啊，是怎会驚？驚歹運嘛？好，啊，你是不是在找人解？啊，我甲你解，要甲收錢無？哦，宗教行為產生的經濟交換，就不是真正的宗教，它就是一種欺瞞式、鴉片式的宗教。宗教行為若產生恐嚇的行為，啊，迄嘛毋是啥物正经的宗教啊，就是讲你无做，啊，你会安怎样，甲你恐吓，啊，你要改这个，你要有求于我，啊，得爱钱来。所以恐吓这件事情是用来做控制人民最好的工具。
所以不论是宗教还是政治里面用恐吓来控制人民，是最快速见到效果的方式。所以呢，二二八先把我们这些头人都抬死了了，你就怕一次了。再来再公布白色恐怖，你家如果有叛乱分子，你要说不说灭九族连坐啊，你会怕吗？啊，好控制吗？台湾人就是这样被糟蹋了七十年了。咱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多人不敢说话，到现在还不敢说话，甚至你来参加民政府的工课而已，你还不是做什么事哦，你的旁边的人会跟你阻挡，会跟你苦劝，不通啊，好好啊，工作不做啊，你去补什么政治啊，是不是？恐吓、恐惧，你也知道这个因素啊，哈。较早咱咧困的嘛，对不对？啊，衫裤拢放边啊，因为寒人的时阵吼，被内底烧烧，外口冷冷，换衫拢地面就被内底换。有看过这吼？哎，这偷偷了，我现在在讲卡通呢。为什么？我能看过吗？哦，布条啊，哦，你有坐过吼？有看过这种车无？有啊。这较早这种铁牛啊车吼，来，有无？有看过这个人无？这一定要有一个年纪以上才有看过了，我就不相信每个人都有看过。这车这样有什么用意啊？有什么用途？那个是附带价值，伊的目的在哪里？怕票啦，因为吼，装卡拢无车站，拢一块牌啊尔嘛。你要坐到倒位，是不是要看有一张表，哪里到哪里多少钱？那现在没有这个人了，为什么？因为悠游卡出现了嘛，悠游卡机啊，这个就被悠游卡机取代了。这个用意就是这样子，但是你要想哦，在那个时代，一台公车有两个职位哦，两个工作机会哦，对不对？哦，现在剩一个，啊，那个司机又来讲，哦，这哪位到啊？吼，啊，这有什么名山哦？你得来底下变成导游，你知道？又来兼职了呢，哎，这台车有看过无？什么车？哦，孔明车迄就是中毒啊！哦，孔明车这种孔明这种中国思想哈、哦，我即摆咧讲拢是意识形态啦，因为咱做侪物件拢受着这种中国的这种因这阵人家的教育，啊，咱就讲孔明车。我请问大家有看过孔明车这个车无？哦，无嘛？哦，组装车啦，较早叫做组装车啦。哦，有人讲主轮车啦，啊，卡达车是咱台湾人，咱台语讲卡达的车啦，哦，铁马是因为古早骑马，啊，因为要改做这种的，哈、哦，有人讲母车啦，母车是因为吼，伊这三角形的吼，伊会使载重，叫做母，啊，若无中央这支的叫做文车，较斯文，哦，啊，你母车拢爱用下的。有无？较早敢有囡仔车？囡仔咧骑的车？无嘛？你较早骑骑二脚踏车是安尼二的举手？对嘛？有唤起你的记忆了吗？你就是安尼骑嘛？因为你无教官打袂到嘛？有当时啊，动画阁袂晓字，哦，看到人你就要跳落来用脚动，对不对？我较早就是安尼骑的啊，较早就是安尼骑卡车的嘛。好，日属公庙啊，他多拢在讲日属啊，就是讲咱原本的身份，无论咱伫法律顶面，无论咱伫经济顶面，无论咱伫经验感情的顶面，咱确实就是日本的，日本文化这物件。只不过这七十年来，咱从切断去啊。
咱用切断伊咱即种甲美国的关系啊，啊，所以变作咱今仔日认同中国，认同中华民国啊。美战的根据他拄仔咧讲的二十三条啊，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美战的单位有看过这种贴牌啦吼，这 USNG 不是咱家己画出来呢，这是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四 B 内底叫下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USNG 伫遮啦，伫遮啦，这是美国军事政府啦。这是一个文件吼，伊咧讲美国未合并，他都 incorporated 嘛。啊，这 Union Incorporated 的这个 territory， 你讲未合并领土是在美国军事政府的管辖之下啦。但是咱台湾更不是美国的未合并领土哦，台湾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地哦，哦，也在美国的军事政府的管辖之下。因为这篇论文内底有讲到台湾的问题啊。阿辉伯也冇讲啊，台湾仍然是人家的占领地啊。但是这种新闻足少出现呢。美国第七舰队保护之下，台湾绝对安全的。我请问大家，美国第七舰队为什么要保护台湾呢、啊？为什么要保护台湾？咱若不是伊的军属占领第一，想要咱保护台湾？日本没有退了，我们就是日本，我们要退到哪里去？日本规个战败了，拢是受到明军的占领。初期还未签合，迄、那个旧金山和平条约进程叫做分配占领，吼、哦，分配占领。所以呢，有的所在和迄个苏联占领。有的所在，予英国占领；有的所在叫蒋介石占领；有的所在美国亲自占领。这个是分配占领期。只是旧金山和平条约把大日本帝国四分五裂，所以我们是就被割裂了。我们仍然是被占领的状态啊。只不过，咱受到美军占领这件事实，中国人知影，日本人知影，美国人知影，就是台湾人唔知影。中国你也看，伊1958年有一个文件，伊讲吼，台澎地区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后壁这免讲了，因为这应该家己自我感觉良好的啦，哦，自我感觉良好。伊讲台湾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因为美国军事武力侵占了，伊讲武力占领了，这是中国人因知影，但台湾人唔知影呢。甚至你讲我台湾人知影，伊拢透可怜。美战的现象，美国的军机也当得来，哈、哦，这种美国的军机啊。那你看这新闻哦，这新闻足趣味哦，解读解脱啊，解脱接着要解，大家讲解脱。你看这新闻标题哦，新闻的标题通常只传达一件事实而已，但是它不是整个标题都是事实啊、哦。美军机抵台救病患，美籍妇人早产紧急赴日就医。啊，大家无感觉足奇怪无？美军机抵台，这件事实是真的，但是后壁我都无确定啊。奇怪的是啥物货？一个美国籍的妇人早产，需要美国派一个军机来台湾，啊，甲伊再转去日本就医，是多好一天，台湾的妇产科全部拢歇困了。这不是很奇怪吗？啊，你再等于日本至少也要两点半钟，是不是？啊，你生都在飞行机顶管生啊，哦，这是很奇怪的新闻啊。啊，你主要仔细看哈、哦，只要美军机抵台，一定会有这种经典的画面，就是说军机，美国军机，然后就有中华民国的这个车轮牌的旗帜。表示姚哥是迄个叫管辖这块土地的意思啦，哦，一定有这种经典画面。你也看
F18 降落台南基地，啊 ，AIT 的照出来讲，谢谢台湾协助 ，AIT 是民间单位呢，为什么都是他在发言？你有看到了吗？经典画面有没有？哎，飞机，啊，又是这一只。下次只要有飞机下来大家要注意看这种画面，这叫做经典画面，啊。我们看一下那个影片九，哎，他离开了哟。好，没关系，没有看也没关系。来，台湾人思想错乱了。错了70年，1945年2020到2015，阿德对焦开始讲哦，日本向中国投降，不是哦，即便是中国代表团没有错，但是日本是向盟军投降，这盟军呢、啊，叫澳洲的旗帜、加拿大的旗帜，向盟军，即使只是这个时候是中国派代表了，哦，啊，刻意消灭我们的历史记忆。你也看，这派来几个老建股啊？伊讲吼，查本省商用台秤多是日据时代，伊讲日据啊，还可以写日志啊。哦，秤盖上铸有大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字样，本省现在正积极消灭日据时期的遗迹，如桥梁上之昭和某年建造，积极消灭。三秘书，因迄个时阵就知影讲要甲咱洗脑，要甲咱的记忆拢改，重新换成中国那一个的。伊迄阵的已经暗算安尼做啊，啊，所以70年来我们被洗脑洗得非常严重了。哦，你也看，民国前13年，这什么物件？什么叫民国前？民国前，民国都还没出世的，佮讲啥民国前？那真正也袂见笑的，哦。你来看，民国13年，他都要民国8年、9年，你可得感谢我们，好吧？啊，民国13年，伊拢讲，这种物件拢讲秃雕阿鬼个顶刻印嘞，这嘛是啊。中华民国17年，日本吼，平成起嚟就是昭和，昭和起嚟大正，大正起嚟明治，无迄个平成前、昭和前、大正前、明治前嘞，无迄个物件啦。哎，民国前你什么意思？头前拢无朝代啊，拢无啊，历史拢无啊。民国前，所以你来看，中华民国前，你袂当讲清朝，你袂使讲呢，你来讲民国前250年。所以人类的历史就是民国前，哦，石英石器在10000年，这个是民国前的。唔知对几个破解嘞吼，把民国起来当作西元使用了。哦，所以也有民国前的概念了。领地策乱，我们看影片一，影片一，我们看一下影片一。当然，70年来认知错乱了，76岁以下的都错乱掉了。哦，76岁以下的，你捌去美国公司吧？啊，你捌美国公司吗？捌啦，我曾经啊。啊，你公司你敢知什么？敢点咋讲啊？啊，日本啊，日本敢点咋讲？哎呀，在日本店的，阮都拢在美容公司的，都唔知。你准你几岁？啊，咧准。哦。啊，唔管是什么，甲你讲的，你讲你知。哎，准准咧。心中的跳，那进走美红公河啊！那怎样？那中间那拢蛮在。阿尚，你阵在台南？台南。哦。所以你的印象中是日本人安点在看的啊？对啊。在咱美红公河的。啊啊。哎，阵日本啊，咱那个日本啊管的。对啊。阵啊日本啊管，阿阵中国来的。中国来吗？中国变过来的啊！你炸了后来了，中国过来啊！中国过来，迄阵日本啊变转来，我搁知影呢，迄个迄阵四月啊，日本变，日本变变转来，民国33年那时。所以你对阿伯讲的咁对，唔对，你倒位？哦，甲关注大无关系啦。
咱台湾受到空袭是啥物人甲咱牵扯断？美国嘛，对不对？啊，未来民政府进前，你知影是美国的家手？哦，啊，有的人唔知影嘛，嘿，知。知那是日本本岛遐啦，长崎广岛啦，嘿。哦，对，怕台湾的嘛，对不对？哦，啊，伊说阮阿公伊嘛是咧秘咧空防空壕，也是讲咧，伊有当时啊，你伫外口的田，你无法躲避，你干哪会当拍咧尔？伊讲个甘蔗园哦，你若听到声，你就要拍咧啊。你若无拍咧起来吼，腰以上的甘蔗拢扫登去。哦，别手发电哦，哦，哎，足恐怖嘞，哦，所以福分好，就得让老话命得来。我若讲起说，讲起时阵若无拍落，你就是对啊，哦，对啊，过来。想了，即阿伯伊讲，伊日本要走的时阵，伊四岁嘛，啊，咱经过七十年，伊今年七十四岁嘛，好、哦，表示伊无受到日本教育嘛。因為日本要走的時候，他才四歲，他沒辦法讀小學嘛。好，啊，是怎樣？七十四歲的老阿伯，他的記憶裡面，他說日本要走，中國來的，那時候我們日本怎麼管的，結果空襲台灣的是日本。是怎樣會變這樣？所以那認知在裡面錯亂去了，不知道呢。我們很多人的教育是這樣，錯亂去了，不知道呢。你带新娘放炮，你敢会摕当伊你的民宿房？袂嘛？迄就是教育了错乱你啦，嘿啦。啊，所以吼、哦，逻辑在我们头脑里面，但是如果没有去面对、认识它，我们就会有这种错乱的认知啊。哦，啊，过来，这是很严重的错乱。台湾不等于中华民国、哦。可是现在很多人是台湾等于中华民国，是因为蔡英文这些人，咱讲的另一下这些人，一直在甲咱洗脑，咱人就是因爱台湾的，因若入去体制内底，嘛是受到这個体制的圈束嘞，哈、哦，就是安尼啊，就是安尼啊，诶、欸，你也能承认唔对嘛，不要紧嘛，啊，但是伊阁继续伫个体制内吼。中华民国已经死去啊！中华民国拢被封杀啦！啊，结果呢？讲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啦、啊，这是台湾人最严重的一问题啊！上盖假烂的、啊，因为咱台湾人受到七十年的教育是中国闹，虽然他都来讲嘛，本省外省，因为迄种中国的思想啊，吼、哦，孔明车啊，孔明灯啊，端午节啦、啊，龙的传人呐、啊，这种是中国。这边抓来吼，吼、哦、啊！咱台湾嘴，咱拢讲咱台湾人。我有一个朋友吼，伊、哦、是这中国移民，就是1945年来，伊是甲咱本土台湾人生后代，伊算第二代啦。伊若咧讲北京语的时阵，伊讲我们中国人哦。啊，伊来讲台语的时阵，伊讲我们台湾人哦，也变安尼哦。他很容易在里面两个里面角色里面做切换。中毒的现象就是吼，咱四界举这面旗啊去到外国，讲讲这个叫做台湾啊，这足严重的呢。因为甲台湾这种对台湾、疼台湾这种情感的记忆吼，甲中华民国这个体制规个白做伙啊，咱分袂出啥物叫做外来啊。但是你两个甲朋友讲的时阵，伊会甲你讲，啊你卖去遐分黑啦，失业族群情感，对不对？恁恰恰也听到这句啊，但是。问题是，现在咱在讲咱家己的身份的时阵，对因来讲叫做撕裂情感。现在因在表达因的因是中国人的时阵，因想要统一的时阵，伊却无撕裂情感。问题是是遮，因为我们的情感被绑在中华民国体制里面了啊，所以世界甲外国人讲，哦，这个是台湾，啊，穿这个三太子的这个衫裤。有无？就是这样。你们皆是这乌人，真欢喜，吼、哦，看到这
那是感觉你足亲切、足趣味安尼呢？唔是感觉讲你足阳光，还是讲足正面呢？那讲哎，他一身红安尼啊，跳来跳来啊，去非洲走来走去安尼。你看，这个一只龙有无？这嘛是中国的文化。那么等于讲，问讲台湾，什么是台湾的文化？台湾是充满移民的时代。咱作用，咱是海洋的国家，咱人民作用于吸收外来的文化，这种叫做咱的文化。但是咱无发展出属于咱家己的文化。啊，日本嘛是哦，日本嘛作用于吸收外来的文化，但是外来的文化在日本内底会变好，会保留落来，伊会把好的保留落来，啊会变个如何，啊把歹的剔除掉。咱嘛有这种吸收外来的文化的能力，但是。咱却无把这个好的留落来，咱拢把歹的留落来，啊好的甲淡掉，有无？连外国人嘛讲啊爱台湾啊，亚这边其实爱台湾，这个中毒啊，这不是爱台湾。你若用 Google 查询哦，全球旗帜这四个字，全球全球啦吼，旗帜就是旗子的那个旗帜。你去看一个网站，伊讲这边旗就是中国海军旗啦。在中华民国十年的时代，迄阵叫做海军旗啊。结果呢，咱今仔去把一面海军旗当作国旗，而且佮改当作是台湾，世界共宣传。这都已经是错误的，佮外国人洗脑，咱家己洗了啊，哦，这洗了感觉介顺啊，佮伊外国人洗脑讲叫做是台湾，啊，所以一直拔袂开啦，咱直接掏袂开啊，有无？像这啊，哇、哦，足水的，你看像这国旗足水，唔是水，唔是像这水，是因为穿了少咧水。台湾人拢是即马拢变安尼啊，有无？哎，日本摔跤，举只面旗出来，哦，你看，哦，我台湾人下骹的迄个观众了，叽叽叫啊。这种叫做情感的台湾人，这种面象征物啊，是旗帜出来的时阵，你若伫外国，你感觉伫外国做虚伪的时阵，看到一个属于你家乡的物件，你的热情会走出来。会感动到流目屎，会你的热情会走出来，迄种叫做情感啦，迄种叫做情感啊。我有一个朋友吼，伊去英国留学，读硕士也留学，啊，因为伊拢外国人啊，也无机会讲着台语啊。啊，伊个伊遐留学生大部分拢中国人，中国留学生啊。啊，有一摆伊用电脑咧甲我讲话的时阵，伊搁伫英国的时阵，伊阿公。哦，我听到你的声音，我准备哭出来啊！我是要哭啥货啦？伊讲，我这样找无人讲台语啊！我听到台语吼，我准备流目屎出来啊！我要严重吗？啊，就迄个电脑讲一个话尔，啊，迄就是咱的台湾人的情感足丰富的，吼，啊，若对着家乡的物件，你会做热情的。所以你伫外国拄着家己白白台湾来的，就算你拢无熟悉，你嘛会感觉足亲近的啊！对啊，就是安尼啊。啊，这种叫做情感的台湾人啊。但民政府要教咱教的是理性法治的台湾人啊。啊，情感的台湾人常在出现伫这个政治的用语顶端啊。我举一个例啦吼，他都来举手，高雄来。哦，好啦，我嘛高雄人诶。你有感觉我咱两个较近啊无？无，我甲你讲绝对无。我甲你讲高雄人三个字，你爱袂有感觉诶。你感觉，我要让你有感觉，我就开始来讲啊。你高雄倒位？遮阳，遮阳不是有一个小南门圆环，海清江乡对不对？我较早就读遐的，啊，你有近啊无？开始有近啊对不对？你高雄倒位？啊？高雄有乌来哦？哦，罗德哦？哦，我较早读高院的。啊，你有近啊无？这叫做感情的台湾人，你知道无？这个有高雄的有无？敢有？你高雄啊？倒位？啊？大寮、哦？我跟你讲，阮舅公伫遐开工厂做毛刀的，安尼有近啊无？有近啊？够无？够高雄的无？敢够有？倒位？啊？遮阳，这有讲过啊？哎，较早吼，我读海清的时阵，
阮家住红山，有红山来无？有较近啊无？阮家住红山哦，我若迄公车在坐袂到吼，我着为红山骑脚踏车骑去甲台清上课。安尼有远啊？介远吼？寒流来的时阵，我骑到遐，规身躯烫到剩一领衫，吹电风，阮同学讲我痟的。我要讲的就是，感情的台湾人会用共同的记忆唤起彼此的关系，这感情的台湾人。但是这种感情的台湾人没有办法成事啊，咱无法度把代志做好好啊，因为做这代志是行法律法治的啊。所以我跟你讲，我是高雄人，只是表达讲，我甲你中间有一个共同的记忆，无论是地理，还是遐个所在的记忆，有共同的关系尔。但是我即卖毋是高雄人咧，我的户籍无伫着高雄咧。咱若要讲法律的，就是我的户籍伫高雄，还叫做高雄人。啊无，我也叫高雄人，对不对？我若去遐耍一工，啊，我嘛讲我是高雄人，因为我食过高雄的某一间小肉饭，安尼尔，对不对？这就是情感的台湾人很容易中毒犯错的地方啦，吼。中毒的原因就是教育跟媒体啦。你也看吼，现在咱的受到这种民调的调查，就是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你哪有问到这个问题？你支不支持？过去咱都嘛支持，对对对，哦，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啊，就支持。你看这种民调的出来啊，你看多数的人是支持的哦。来，过来。台湾等于中华民国有无改变国号建立新的国家？这个问题哈，我们还看不出什么有问题了，问题中的问题啊，这个没有必要。奥利华升上出来，这个叫中毒加上中毒的问题啊，啊没有必要。奥利华，所以维持现状，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了。如果台湾等于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台湾就等于一个国家，对不对？啊，如果是国家，干嘛建立新的国家？你是国家，你干嘛建立新的国家？改变国号不叫建立新的国家呢？改变国号是单纯改变国号啊，所以这本身问题就有问题啊。但是咱无去思考这种物件，你就是让人说去啊。问咧，支不支持？支持。哦，同不同意？同意。有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啊，你就是，这叫做二分法嘛。你没有思考的空间了啦。我们看一下影片三之一。电影片什么原理？刚才折射，好、哦，不是反射哦，反射是倒端，叫做反射，这个折射光线左右啊，因为那个杯子的关系折射。没好人看这什么意思？就是讲吼、哦，那个杯子被倒最近景，所有的箭头是往哪边的？左边吗？对吗？那你阿公阿妈阿祖的时代，他们看见我们台湾的历史的真相就是这样，还没有倒过水的。但是自从占领了后，迄早期七十几岁遐，就是他拄啊，红红门。但是历史好像认知好像有一点对，但是又是错误的，有一部分是错误，有一部分是对的，啊，就是倒一半的，因为一边是倒边的。啊，从70年前到现在，我们受到教育，我们的思想就是那个倒满水的，
我们看事情的观念是完全颠倒的，是反向的。所以这杯水就是那个媒体，这杯水就是那个教育。所以那塔国际法为了让我们还原，让我们的记忆能够恢复，我们要懂得把那杯水反看或者是拿开啊。好，我想卖看哈，来媒体辨识法，来，你看星星月亮，你会用哪一只？左边嘛哈。你看太阳会用哪一只？看太阳不要用那一只，把机会吸而已。你看细菌会用哪一只？右边那只。好，那我再问哦，看星星月亮的时候，可不可以用右边这一只？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你看细菌可不可以用左边这一只？可以，也可以看啊，只是看不到嘛。你用错工具，你是看不到的嘛。但不表示你不可以用，可行性跟适用性是两回事嘛。我现在你在打破大家一些认知哦。吃物件一定要用滴，不一定嘛，我要用手嘛。我若烹汤面，你就吃辣啦。啊，淋汤敢一定爱用汤匙啊？唔免嘛。哦，这些可行性跟适用性的不一样哦。哦，用漱口干也使淋汤，嘛是会使啊。嘿啊，对啊。但是漱心汤就迄滴汤啊，就漱袂开啊。哦，对不对？我们看影片五。人家 coffee shop 的那个准备一下哈，替外头排排站，准备办。你注意看啊、哦，台湾跟中华民国这两个名词都一直互换哦。竟然要改成大陆 China 才行。很多这个金门人呐、啊，去申请美签，要求被关上中国，我们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美国在台企业不能因为金门是福建省金门，就把金门当然是中国大陆。有民众认为不合理，因为手上拿的明明就是台湾护照，台湾护照表示却要更改国籍。美国在台协会也指出，因为电脑系统分类，金门马祖属于福建省，民众办美签时国籍才会归类 China。好久以来有这个事情，不是他们金，因为金门不是这是 AIT 吧？所以呢，这就是好像每年有这个问题的。一直以来都有的问题，询问外交部也只说要再研究。只是金门马祖人本来想单纯办个签证，最后却还要为了国籍伤脑筋，大呼不可思议。TV 新闻综合报道。呵，咱家刚好金门来，无啊？金门人办美签，国籍要写哪里 ？Nationary， 他写。Mainland China Mainland 对中国大陆、哦、金门马祖是谁的领土？是属于福建吗？啊，福建属于哪一国？啊，从那块土地出来的国籍要写哪里？如果不写中国啊，要写台湾吗？要怎么写？在美国的领地里面，金门马祖就是属中国，无论伊今卖统治现状是安怎 ，nationally 迄个 nationally 有当时也是国籍，有当时也是你所来的所在，啊，你所来的所在，伊个一下中国大陆，迄是做正常的。啊，你若台湾朋友出去的，就写 TWN 台湾，迄是做正常的。因为伫美国的领地内底，金门马祖甲台湾朋友是分开的，是无共款的。只是现在受到这个地理当局社会管理安尼，吼、哦，哎，讲台湾护照，刚好台湾护照，并无台湾护照呢，那么难骗家己呢？迄、那个护照后边掀开，有人头相片遐，顶头写啥 ？Republic of China，ROC 啊，并无台湾护照呢，唔是 Republic of Taiwan。无台湾护照啊！他每天都敢讲台湾护照。我们再看一个影片 ，Coffee Shop。
small coffee. Poppy seed bagel with butter. $4.50. Oh my god! That sucks. I'm sorry. You just ruined all of my stuff. Get some napkins, clean it up, it'll be fine. Fine, there's coffee inside of my computer. You know what? Just get away from me. Just get away from me! Get out of my way! Oh my god! Just get away from me! Just get away from me!关掉。我请问大家问题哈，这个影片是真实的，请举手。你感觉是真的啊？无人感觉是真的哦。好，我问第二个问题哈，迄、那个物件会落落来啊，人会浮起来，啊，搁这个机器先会落落来嘛哈，啊，人会浮起来，啊，搁倒来走出去，这三件代志是真实的，请举手。啊嘛，无人举手。啊，你感觉伊是假的，请举手。好，真的啦，谁人是假的？伊真的啊，伊真实的啊。你抓不到我的点，对不对？你不知道我在表达什么。我给大家看解答，因为大家用情感在看电影呐、啊，用情感在看电影，就认为。那个是假的，我告诉你，我知道你们认为假的是假在哪里。好，我们看一下解答有没有解答。你可以把车冻掉的，有一个栅栏掀起来。啊，一个有栅栏干了啦，哼，听不着？啊，你知影我咧讲啥无？他拄迄个第一个影片，迄个人会浮起来，是不是后壁有机械？这真实的吧？这真的吧？我若去吊起来，我嘛是浮起来，对不对？哦，我若卖过重，拢吊会起来嘛？迄、那个倒来移出去，是毋是有遥控器？会靠连啊？迄、那个人举一声，迄车会落来，车会落来哦，是毋是后壁机关？这三个物件拢是物理作用，还是机械的机关嘛？对不对？这真的吧？大家感觉假的是啥物货？是迄个查囡仔，伊伫遐比。咱计是伊有超能力，我相信在座若无知影，若无看影片，你若是伫现场，你毋知影伊按摄机关，你咪惊一条啊，对不对？所以咱看影片的时阵，咱头先用感情咧看这影片，咱感觉讲，哎、啊、假，我着知影假，因为迄人伫遐假古假怪啊。你的假，你感觉假是假一点啦。啊，影片后壁迄个解答就是讲，这图大家足清楚啊嘛，电梯会起来就是机械的作用嘛。迄、那个人会浮起来，其实因为是坐迄电梯嘛，伊毋是甲车，因为车拄着迄个栏杆，一定爱动落来嘛，是迄个演的人在假嘛，媒体嘛是现在是安尼哦，今仔日咧选记者的人拢是咧演的哦，但是后壁发生出个代志事件是真的哦，咱看代志的时阵，咱感情入去，会
分不清楚什么是真的跟假的，什么叫做真实的。所以我跟大家说的，我们情感的台湾人要暂时收敛，理性的台湾人敢那个有思想的台湾人要站出来，国际法律就需要我们用理性来分析判断认识。我们大家这个课，我们帮助大家赶紧唤起我们亲人朋友的角色。有人时候时间未拄好，多学未拄好，经济无稳准，不要紧，加开一寡时间，甲亲人朋友讲，唤起因的角色，帮助咱台湾会当有一天走出正常化的道路。多谢大家。